鬼使之法，木刻心机，初开新局，决胜新机。至今新机频临直播，就凭进入之法，就日冲锋，善敌如城之梦，随即。本钱变幻如魂，数以之间运用一座神秘红土，夺天之妙，考人在前。让各位久等了，你总算想着管了。哼，国风高手，只此一破。心机怎能失望？但安危虽难忘，不败都要三高四日来的政府危机。吾军如何大破前进？如今已无休国之忧，这是咱开疆拓土之机。哦，看来是心机动这机身，把毒药注进了梦气，强固了众人的信念与目标。一点信念，随今断酒，这是属于咱的王土。万一咱背道而驰者，错骨扬灰，万不可留。心机绝不容许任何人，我必自愿努力。心机为也是要令人动容，但不定我方势力已足，敌不行动时，就论天已因我此的共识。也应允将说出相当心意，助咱完成目标，动手建国兴盛之势。国方势力将慢慢浮现，但有一方势力就以化名为暗，成为我军后患，就是谋吞不动降。心机又猜测什么行动？不动降看起数环境之形势。不用他暗中操盘，固然国光杂谈，是将不动声扣出，我定明白。清兄别人，你要总的做吗？三风吹进，再来，临时公布目标。